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面版星星，为大家示范是若隐龙里的使用方式哦。基本上就是冰冻腐蚀点两下，爆炸腐蚀不要点，其他啊都要点，就这样。23,210分 ，get， 好，非常好，没拍到，好，没事，反正有录下就好，好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